您这当时参加时候应该是刚毕业是吧？不是，我那时候已经是我们剧院的女主角了，我演了很多戏了。这个应该是在原野之后了。啊，那我刚才说的，梅花奖都已经获了。你看啊，领导说那个你这样，你现在先代表这个剧院去拿一个这个集体奖回来，完了以后你再说你个人去不去啊？然后我就去了，去完了以后，我在复赛的时候我就拿了个第一名啊。后来回来以后。院领导说了，那你看你都第一名了，那你还能再不去吗？对对对，你还就是继续去吧。对, 对, 对，就这样我就又继续去了。多争气，反正也多争气，也啥喝的，一拿了个金奖。不是怀着孕啊，那时候我就记得和悦嘛，一和悦的时候，所有的那个领导们，就是那个电视台的领导们，就在底下看我就乐，说这个有劲儿，这唱的这好。啊，不避讳都知道。都知道。对，你想六个月他也避讳不了了。避讳不了。对。他没看出来。刚才看没看出来，后来咱们不就参加施邦男老师的作品音乐会吗？你觉得？哦，对，您我还是吧。我获完了奖以后，你记得我那裙子老大了吗？肚子撅着，我一直唱到了七个月，还是唱了八个月？我一直唱到八个月。你唱八个月。我也是差不多，那时候咱俩还在一起，就是参加施邦男老师的作品音乐会，唱的就是苦菜花。嗯嗯，开在三月。这个就是施邦男老师的最后的一部作品给我唱。关老师应该是孩子比他的还大多了吧，大两岁吧。啊，我记得我们做过一个节目。你孩子是哪年来的？我90的嘛，刚刚那个。所以我记得。不是，那您这要孩子要晚了吧？晚啊，哦，都为了事业嘛。对对，真是。